是还有那个这个雕像，这个都是好看的。嗯嗯。不错的，这隔壁就是云拉雪。就是中学，文化中学。现在不是只有那三个，旁边也有。这个前面是这样。在正中间拍的，这个叫很多很多人，我要想要先拍这一栋楼，先把这个有点近了，这是哪里啊？是不是这个？最好的墙壁很像什么墙，整个修道院好像不是，这里还有这种老式的三轮的货车，蛮久的，看里面在这样去运这个东西。这个我刚说是白石是 close 的，以前的修道院，现在改成这个宿舍，就像维也纳以前那个 Johannes Gasse 八号的，看过来接脚的教堂是建筑物，这接脚就有很漂亮的，那个也是教堂。那个也是教堂，这里的都是教堂，真的很多。这个取景漂亮的都得给，就在这个 Cooper Strasse 旁边，对面的房子漂亮。这边就是我们的咖啡，教堂这边。这个黄色的就是邮局 post， 把邮局的这个细节再拍一下。